前腿斜角往前，然后用力压下去。前腿 ，single step， 胯左转180度，转到这里来。第二个 section， 前左转，转到原来的方向，胯恰恰，右转，后转，前回，斜后方，后拖后胯旁，后回 ，keep full course。第四个 section 左转，左转停并前，后转，转到原来的方向，然后右转停，后旁胯。第五个 section 旁旁 ，C 了左转以后 ，C 了脚跟并，胯右转后回。第六个 section 前后转180度转过去，180前回后并前。这是48拍，然后是从第二个握跳到第三个握的时候，才变成64拍。这个16拍是这样跳，走走 ，keep go forward， 前回。